来，看一下，这是你现在这个财务统计表啊。我跟你罗列了你所有的欠款。我知道我自己欠多少钱，用不着你提醒。我也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欠了多少钱，是吧？主要是，只是作为你的还款理财顾问啊。监督人。啊，行，既然说到这个监督的问题了。 我想问一下，除了这群欠款人之外，你还没有欠别人的钱，没有告诉我的。您好，监督室该还钱了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我们是要账的。我刚才问你，还有没有别的欠的人？你告诉我没有，和我没关系。账。 还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对你产生了打扰，我向你道歉。咱俩以后的相处能不能坦诚一点？我跟你坦诚有什么用？我坦诚他们就不来了吗？你现在欠人家阳光里小区400多万，只有多出1-2百多万来，你要赚了钱，你先还谁呀？你说我先还谁啊？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干什么了吗？我知道。 这还差不多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倒插笔呢？来吧。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你把我想象成什么人了？那你什么意思？还来吧？拍照，留凭证。说清楚一点，我还以为你什么无理要求呢。 我对你有无理要求，你对我有无理要求吧？我对你能有什么无理要求？拍照吧你，快点！蹲下呀，要不怎么拍啊？你拍照片能不能笑一笑啊？1、2、3，再来一张。1、2，笑一笑，3。